来哈，下面搁再注意听哦哈。以佛陀的研究来个看，佛陀的教育、教师、佛陀的教说来个看哈，应该无甚物通去争论。相反呢，因为这个道德诸法本讲较对，还是一切是相，而且问题啊是唯识这边较健康，还是诸法本空这边较健康？所以现在在做一个啥呢？做一个五事具足，啊，跟五事不具足安尼来分别。就是讲根基浅的人，甲根基浅的人。比如讲五事具足，第一切法无自性空，哈、哦，一切唯有加入名。诸法既然本空，但是诸法已经形成啊，无加入一个名未使。哦、所以叫做一切假唯有假名，所以了解空的人真真正正，不过伊未想讲这物件，特别个白天，可是呢叫做空不改有，好、哦、已经生起来嘛，这物件是以空来生有的，诸个诸法那不是空，空伊基本上那不是空，空。那么当然未当成立一切法安呢，哈、哦，所以呢，一旦成立一切法，也就是灵性界，因为诸法本空，才能成立一切法，所以伊就一旦如实的贯通，如实的通达。因为佛陀佮讲诸法本空，一切法无自性，安呢，因伊一旦彻底了解。哦，这个就是在这个五事具足，而且个大乘根基的人，哦。那么如果那是五事不具足呢？哦，以为一切空，会想着讲什么拢无啊？啊，那讲讲空的什么都无啊？空就是无啊，安尼，因为伊的根基无到遐来嘛，所以伊阵认为讲空就是无意思，其实唔是安尼。因为空是诸法本空，无自性本空，诸法无自性本空。但是这边我是不固执的人，你就讲，既然一切空拢总无，空就是无啊。当然，既然无，就未当成立一切法啦呢。都无，哪会当够成立一切法？唔过人伊这边是空不改有，吼、哦，一切有是假名呢，吼、哦。所以这款的想法。讲空什么都无，当然袂当先一切话，这个就是一种的误解啊。为什么伊开误解？因为伊都无达到这个根基啊。当然对这个空理，伊无一个实际了解，无实际一个了解，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误解。那么呢，吼、哦，这个就是以千现万了的心解说啦。为着这个解千别经，伊当然就千千甲咱说明，说明了。哦，较慢慢慢慢会当来讲出来，所以唔较去讲啥呢？讲说有自性的有，一切法的自性有。哦，即个是安尼讲，一切法的自性有是为是实有为事。即个实有为事是安尼讲呢？就是一切事伫现象界，现象界用现象来甲讲，叫做行为实啊。刀啊，都已经成啊，火嘛已经插伫遮，对不对呢？你要甲讲无袂使去啦，吼、哦。那么这个也就可以来甲信解哦，信解啥？一切法，一切法空。因为一切法由安尼浅浅地甲讲来了呢，成为事实了，吼、哦。渐渐讲，一切法伊的基本是空。诸法是因缘所生，伊基本是空，安尼渐渐，伊就入到这个佛道来。譬如讲，咱我嘛是安尼啊，我较早大起生，看研究到这个问题，加减去甲体会，吼、哦，直直体会，安尼来呢。众生那是观察，安尼渐渐听，本来都唔知虾米叫做佛法。好、哦，阿那么佛法，佮分别遮尔济，
阁毋知影代行两条路，就是发现空飞、甲发现威胁这两条路，啊过去都毋捌，啊渐渐听、渐渐听就愈了解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渐入佛道的一种基本实体安尼。佛道是啥呢？就是迄个空性的实力哦，安尼渐渐去了解出来，因为迄个真正佛道嘛，就是成就佛的一种基本菩提道，就是这个空力安尼。哦，即句是去讲安尼哦，但是后代哦，即马来哈，伊即马较搁在讲安尼，后代的学者，就是佛道以后，或者是讲儒家师地论以后的学者，因为伊未当体解如来说教的意趣啦，未当彻底了解讲如来伊跟那个教育众生伊的意义甲趋向到底是对几只，伊实力伫对几只啊？所以呢，嘛唔知弥勒甲无著的教说，因为佛陀讲的这边是解心密经嘛，弥勒菩萨讲的是这个如来师地论，啊，甲传互无著，无著甲传互世亲安尼。这本如来师地论是安尼哦，啊，世亲甲讲出三十论、甲二十论，甲去讲出唯识学安尼，世亲甲去分发安尼出来。所以这两天讲，唔知讲弥勒无著伊的教说，伊的重要是啥？就是为着迄个五事不苦的精神来讲的。那是五事具足的人，就唔免搁再讲法相唯识啊，嘛唔免搁再讲戒心密经哦，就伊直接去讲法界经就好啊嘛。五事那具足的人，阮直接讲到迄个空理就好啊。唔过就无法度，众生这种的人吼，这种的学佛的众生真少啊。所以不得已，佛陀才去讲戒心密经，弥勒菩萨才去讲如来师地论。所以这个就是为着五事不顾的精神来讲的哦。但是呢，反而以为哦，不问根基怎样，非要以戒心密经了义，了义说不可啊。有一种人哦，有种人，伊无管你根基安怎啦，无管你根基安怎。认为讲一定爱以戒心密经，这个是了义，吼、哦、来讲未使这样呢。所以戒心密经是不是了义？因为伊讲了较详细，但是详细是为着五事不顾的人讲的，所以讲了较详细。但是戒心密经话分析真快，为适合诶儒家书店人分析嘛真快，所以这个分析出来。所以变成以前来讲，那无照这个戒心密经，这个来讲未使一啦。事实这是为着五事不顾的人讲的嘛，吼、哦。那安尼呢？问题一个来啊、哦，问题一个来啊，是不是一定爱安尼？所以第一，才有分作几两段，吼、哦。以为法界经所讲的法空说，诸法本空的这个言说啊。佛陀当然是有通达啦，这个法佛陀有通达，不过呢，讲了无解明显，会互误会安尼，这是另外一种凡夫的想法安尼。佛陀讲了无清楚啊，伊当然佛陀你本身是通达，但是因为你讲了无详细啊，你若像戒心密经，按着讲了较详细，那就这个法界经安尼讲了较无详细，会容易互误会，无以戒心密经所解说未使啊，因为戒心密经是分析较快嘛，较详细。不过这是为了五事不顾的，吼、哦。啊，那这个这边破戒经都唔免讲较详细。诸位，那像个禅宗个讲呢，什么叫做舍那依啊？地主个问师傅啊。有阵师傅吼，目一个念，伊就开悟啊，安尼咱就讲话。德山和这个个龙潭禅师，点火，迄个手点啊，甲本花，伊就开悟啊，安尼拢无半句话。所以这个破戒经内底吼，伊就直接讲了较直接，安尼就无讲啊，这戒心密经就分析较快。吼、哦，所以唔该讲，若无按照戒心密经安尼来甲分析啊，未使啊。啊！伊就唔知影。第二哦，因为这个龙树菩萨，伊写一本《大地道论》，这个就是个牵涉到这个大破戒嘛。
所以现在有的人会不敢，不敢来指责到这个龙树菩萨。但是呢，伊会讲龙树菩萨的意思，吼、哦，龙树菩萨的意思哦，含家己烧香呢，颠倒反对中观的一切法性空，因为中观论就是讲诸法本空，一切是假体，吼、哦。但是伊得个搁在对龙树菩萨一个有一个意见啦，吼、哦。所以甚至呢，伊认为讲，伊无即马就许以后学者来讲，伊唔敢沟通啦，就是不能共语，甲不能共处，即个不敢沟通。讲龙树菩萨，你家己讲的是你的法，但是我不敢与你共语，或者讲共处，就讲不敢沟通你的法意，因为因唔敢甲指责。可是呢，因讲这是你家己想的。好，伊唔敢讲伊唔对就对啦，唔敢讲龙树菩萨唔对。好，因为伊去签署到这个大法界啊，所以有人唔敢讲啊，所以开来引起到这个宗派来得异议。即句话甲讲斗争出来哈，因为有这边诶，这边诶看法，啊，这边甲这边诶看法啦。啊，其实呢，即马即个要阁甲咱讲一个哦，法界经佮讲诶法空性。是要给那个五事具足的众生听的，解深密经要讲的，要给那个五事未具足的众生听。龙树菩萨伊会讲大智度论，伊这个中观，或者是讲中观论，中观论甲大智度论，这个是拢龙树菩萨经历的哦。但是呢，伊这些人也是讲唔敢甲指责龙树菩萨唔对。但是因就意见家己想安尼啊，是指你龙树菩萨家己想的，所以这人说变安尼，吼、哦。但是呢，即马印顺导师伫这个所在做一个分析，假使这个有异议的众生哦，那会想着讲五事具足的根基，有五事具足的根基的人，伊有空义故一切法之性啊，伊就会当了解讲一切法有这个空义。诸法本空，诸法伊个基本空空性，才会当成就一切法安尼。伊就有这种个深见咯。哦，可是呢，也是可以各色其机。你若是讲，假使讲今仔日就无这种个根性啊，未当了解，伊有空义，用这个空义个意义来甲咱讲，甲诸法才会当成就，哦啊！你这个是适应这种的根基的啊，但是个人那是个方法的中间，这边拢卖有偏见，这边也卖偏见啊，各方几多？那安尼呢，就未正直啊，就免阁先说讲伊的看法安怎，伊的看法安怎？哈、哦，那么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九大宗内底，就有个人的执的掉，九大宗拢有个人的特色，啊，个人的执，其实佛陀佮讲一切法。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这是真不得已的。你甲想讲最初讲华严，华严是适合摩诃萨的根基啊。佮再来呢，佛陀佮讲安尼袂使只啦，佮讲来到即个阿含。所以伫六幺万，佮讲到四圣体开始啊，苦集灭道开始，佮渐渐佮讲就方等，方等来佮佮直直讲到法界。到尾呢，佮讲到发花佮涅槃啦，吼、哦，这嘛是适应根性，所以绝对袂使分讲啊，对一种较殊胜，对一种较殊胜，适应众生来当引导众生，将来渐渐达到到这个成就，这个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跟你讲，一切法拢健康，这个就怎吼，伫迄边都讲到，对不对呢？菩萨的行者，若无有这种的本定啊，那么到底伊是咧教众生啥话？佛陀伊基本法义虽然讲较真济，但是讲来讲去就是要看众生达到将来正佛道嘛。安尼到底咱较会使讲一帮什么款的法门较对？什么款的法门是了义？什么款的法门是不了义？所以接下来点开去讲，五事具足。
就是一番的教育，五事未具足，较一番的教育，所以有真侪法门，差别都差别在遮，吼、哦，这个所在所唔免着用个人的这个成见来讲到什么佛道一通达，但是讲了无明显，会有众生误会，误会就是根基无具足的人嘛，无误会的人就是五事具足的人，这都差别在遮，吼、哦。今麦来要甲咱讲的下面这段，缘起的自相有，即希望分别，意识入缘起，因果现现立。今麦过来到，今麦就转入唯识学来啊。真真正正唯识就对这讲起哦，哈，好，缘起而自相有，因为一切相皆是因缘所生相，所以今来点可以讲。这个自相就是讲别相，个别的相。这个个别的相，每一相该是缘起相。所以进来点，他去讲依他起性，伊的别性是依他起安尼。今麦来，我讲一个真正吼，目睭正在花，目睭正在花哦。那无阳光水分，就无这物件安尼。这个就是以阳光水分，啊，不是安尼两行尔，各有伊个个别的无同经济，吼、哦，这个叫做啥？依他起性，但是伊个别性啊，伊个毛别相啊，别相毛别性啊，吼、哦，伊个当地形态无同，啊，迄、那个色地无同，这个叫做别相，伊个成长过程嘛无同，吼、哦。所以这个依他起的啥货呢？就是一切缘起法啦，一切法皆是缘起法。这项物件的组织是因缘法，这个因缘法甲配合别种因缘，较过来组织一项。那是原主是啥？这项原主含这项原主来配合，甲成为这项物件。但是这个原主哦，那无含这个原主配合。这个就无这个物件成立，不过呢，这个关注，佮含其他的关注，佮配合，这个物件伊佮无共。变变水，这物件拢有水，水来下这个，伊变黄色的，不过这个水来下别行变紫色的安尼。好、哦，阳光原来安尼佮普照，但伊个白相无共啊。所以这个叫做啥？依他起就是一切缘起法。好、哦。但是这个大乘唯识的大乘是按呢以唯识为宗，这个唯识是去讲啥话呢？注意，我迄个八识规矩上有甲恁分析过，恁唔知道有听过无？我是唔知影。那是要彻底了解，恁过迄边讲，等去请一本唯识，等去研究，因为大乘就是讲到这个法相唯识啊嘛，吼、哦。所以这个唯识为宗。唯识的大乘是以唯识为宗哦，这个识就是讲咱人的宗识啊哈。所以呢，以他起就是希望分别为性哦。哈、哦，以他起的物件，哈、哦，以他起的物件是以希望分别为性。这啊就是说呢，有老识安尼，有老识是讲啥货呢？就是讲这个咱人的八识。哦，进来得有些，那么这个免抄，就是生活的进来得有一个挂号哦，这点注意一下。众生将来因为有老识啊，有老识给记载。再来得再物件，咱人第八识给在，这个叫做有老识。所以进来得唔靠讲众生，咱今仔日咯。最基本的就是阿个无迄个无老性，所以咱人有佛性，咱人有佛性，但是佛性内底有真侪掺杂，就是含佛的有同等的性，唔过呢，阿个有掺杂的性安尼，就是啥呢？掺杂的经济啦，各种掺杂的经济，哈。有佛道当中的性，不过咱有参杂的经济，所以进来点讲参杂的经济，众生将来无无老现象，因为无老就是清净啊。咱阿未达到清净，所以即句话是去讲安尼。
但是这个色，唔敢讲有八种嘛，吼、哦，八种是虾米呢？就是讲咱人，诶，这个个六色，眼、耳、鼻、舌、身、意，六色，啊，甲万那色，啊，甲阿赖耶色安尼，所以讲色有八种，安怎样吼？色有八种，但是根本的分别咯、哦，哈、哦。为一切法所依止的，一切法所依止是依止啥？这个依止所第一，这个一切法所依止，这个一切法所依止，佮称为所第一的阿赖耶性。最重要，一切法伊的根据重点是对，就是阿赖耶性。这个所第一是甚物呢？所以阿赖耶识的别名，安尼，阿赖耶识另外一个名叫做所第一，因为咱人一切的知，拢伫真内底哩，所以呢，所第诸法为依据，你咧捌一切法，啊，甲一切法的生成的基本，都是伫阿赖耶识，大地山河拢总伫阿赖耶识所生发。咱人这个身躯也是阿赖耶识所生发，咱人的语言本来是阿赖耶识讲出来。我真要讲啥，就是我土尊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内底较阁变出来，较阁讲出来。吼、哦，所以呢，众生的一切一切法咯，吼、哦，一切法拢以阿赖耶的根本是为义，一切法的基本。是以代阿赖耶识啊，哈，以阿赖耶识，所以有这个阿赖耶识，确立这个缘起所生一切法啊。阿赖耶识的种子为基本的因，比如讲这种子，这里是最基本的因，这个叫做种，哈。这个叫做正，但是这物件要会生发，爱搁在有缘，所以它叫做依他缘起安尼，一定爱搁有助缘，不过一定有因咯、哦，有正。那无因甲无正，搁别项安怎助缘嘛，助未成啊？就是进来的有物件，然后它依他起安尼，依众缘汇合，它好这个经济生发，经济它生发出来。哦、所以这个叫做啥？起现行的意思，经济生活叫做起现行啊嘞。哈、哦，这个就讲世间的万事，拢总是因缘所生，但是以阿赖耶识的因缘所生出来，靠一切法得着。好、哦，那么安怎生？咱人身躯啊，甲一生的命运，甲自生甲灭。啊，甲来何啥物人做囝？这对对来，这个拢阿赖耶识个前因因证出来。来去找有缘的爸母，这对爸母要做咱的未来爸母，这对男女做咱未来爸母，因为咱阿赖耶识内底有一个含伊个爸囝缘、甲母囝缘伫因内底哩。那无你袂去学出世，吼、哦！所以唔可去讲一切法咯，你今生今世。女人要嫁到一个做翁，查甫人要娶到一个做某，这个叫做犯嘛。然后你当时住伫对，当时佫搬去对，吼、哦，安怎样吼？那么这个文啊叫做一切法，这是阿赖耶识内底甲你定出来安尼，听有无？吼、哦，这拢袂走是咯，袂走甚子，除非你家己开始落去学佛变化安尼。啊，那无吼，这种子识你若起现行，今生今世苗那个变固定的，哈、哦，所以这个叫做日立缘起所生一切法啊，哈、哦，世间的山河大地拢安那，这个地球众生去大，那是众生的共业，是众生阿那也是共同成就的，听无？迄不是讲清清菜菜都接地球的啊，好、哦、来，阿那也是。译中文叫做众生，
为什么叫做众生？因为伊有含量、无量种子伫因内底，善种子、恶种子、贪爱种子、嗔恨种子、啥物无记种子，各项有无量的种子伫因内底。既然有种子，就会生烦嘛，对不对？你即马听经文法咯，即马是会藏种子落哦。你直直藏，直直藏吼。你若有个注重，把只你到在种子实体现形吼，你敢知？你就会现出菩萨道出来哦，绝对会现出菩萨道出来。因为直直藏累积到这个因缘生性，在种子起现形，你开始要恭敬真顺数。啊，你若唔藏就没有，因为你内底有一个装饰嘛。你若要藏到，唔藏到无吼？那么然后呢？靠以种子生起现形，现形有两种，第一。你内底有人道种子，你就来出世做人。你内底你已经出世做人啊，不过你内底有贪的种子，你会生贪；有佛陀的种子，时间到因缘所生了后，你自然会接近佛法。哈、哦，这个叫做起现行，哈、哦，起现行哦。所以这个起现行，搁在安怎呢？搁含七识。以及相应的心所，七识就是那个五执识啦，叫做烦恼，哈、哦。但是这个是一种，搁再来就是六识，包括烦恼，也叫做两种七行，叫做七识。那么第七识叫做烦恼识，所以烦恼识就有一个五贪、五爱、五见，啊个五慢。第七识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用烦恼甲其他六识安尼甲加起来，有那叫做七识，就是烦恼总识的安内，也是以及七识安尼拢总加起来叫做八识。但是搁在含相应的心所，吼、哦、相应的心所内底里呢，我微细较有甲咱讲过，即、這个在别法有五十一个心所，等于。这我真无爱去讲，讲会阁拖真长吼。恁家己去请微识学个，我迄本八识规矩上内底有一个别法，恁等于看内底呢有讲到即个六根啊、尘啊、气世界这问题。所以呢，今仔日咱人的六根，啊，甲咱面对的六尘，以及大地，所谓一切物质，这个叫做气世界，这个就是一切发生气。烦恼识生起一切烦，咱人的烦恼识生起一切烦，烦恼识生起六根，烦恼识强业中间那个生起六尘，烦恼识的强业，咱众生强业，它生起的一切，这个无尽的世界，在物质的世界，这个叫做气世界，这个叫做一切法生起。但是众生既然生起来，在这个根甲尘相续中，伊搁在分析成正。搁在藏伫阿赖耶识内底哩，这个故为什么讲呢？吼、哦，这个叫做翻分析。我的本身，吼、哦，比如讲今仔日的今生，我有一个烦恼识，我烦恼识内底有无量的种子，真内底其中有一个种子，有种子较生为我的人出来。但是这个人生出来，开始去构造迄个胚胎，这个烦恼识伊搁在规个藏伫心内底啊，藏伫我内底，我家己的物件，我家己的装饰，我已经搁在来出世啊，我装饰内底有一个人间的种子，我已经来出世，不过我换一个体了后，这个烦恼识搁在入这个体，过去这个体的烦恼识。其中的一粒种子，我来出世做这个人，那么经过这个烦恼识，搁再来藏在这个人内底里，这个叫做种子起现形。因为若无这粒种子，就无这个人安尼。唔过我这个人已经出世啊，这个就是生六根嘛，坦白去讲，迄个六根，吼、哦。但是众生的强业，在这个地球内底都有面对的六尘。啊，甲气世界，哦，啊，这六尘唔都有，色、声、香、味、触、法，啊，甲大地所为这个物质啊，
这个叫做无情的世界，无情不的世界。我的六根搁面对六尘，啊，甲无情不的一切世界吗？但是呢，搁在第二次的起现行，因为我内心内底有这个复杂的情绪。六根面对六尘，我自然会搁在生贪，啊、哦，生嗔，因为欢喜的我愈爱愈多，无欢喜的我就受气啊。这个就是我的内识面对六尘起现行，安听吼？注意你的顺境，你就要加爱观嘛，对不对？那逆境，你就真讨厌。这个就是由这个六尘内底面对六尘，它起出的现象。那么相信囡仔去糟蹋，你会受气嘛，对不对？迄、那个叫做由六尘感触外尘，生出来，这个叫做起现行。但是你若是今仔日有去学佛，面对六尘境相，你安然自在，好嘛无特别欢喜，听有无？歹嘛无特别受气啊，安尼就无起现行哦，听有无？但是你若是起现行，自然一种叫做翻分析，遐有讲着翻分析，你起现行，譬如讲看到这物件，六尘境相这物件真水，你起贪。那么这个叫做自心的经济搁在吞入去，这个叫做翻分心。你看到这个逆境，哎，我真讨厌，生气。那么这个叫做翻分心，心的经济一个添落啊。安尼你要哪解脱？注意安尼听有哈？安尼有得翻解脱，因为愈妄病愈严重嘛。但是你讲学佛啊，诸法因缘所生。诸法本空，今仔日搁较好来服我，我心平气和，我嘛袂特别欢喜，因为这物件有入就有出啊，听好无？伊这物件是因缘所生啊，就是我今仔日会趁钱，就是我过去有种这个因，今仔靠这钱直直入来。但是你若特别的贪着，系啊，唔对哦，你会感觉这是因缘所生。有来就会出，尤其是我若贪着，搁在贪的现行上，搁在入来底里，害啊，我搁蒙蔽啊。所以你有入啊是无介欢喜，正常啦。但是如果那逆境呢？因为这个逆境嘛是因缘所生啊，但是嘛无特别的受气啊，因为这是因果，我就反省，哈、哦，反省就好。我是安怎靠这歹的环境？就是因为我过去唔对，所以今仔日靠这个现行的歹环境。但是如果这个现行的歹环境，这是真相哦，真境哦。如果我内心然后这个现行的歹环境，我阁生嗔啊，系啊，这个有那叫做起现行哦。环境是起现行，不过内心的错误，起出一种的贪甲嗔，嘛是内心的起现行，那安尼得阁翻分析啊。注意学佛修行的人，你要安怎会达到这个环境中的自在啊？这个就是先了解一切，该是因缘法，是自性空安尼。听无？因为伊无固定性嘛，是多变的因缘性啊。安尼你敢有心的通搁在贪？逆境的中间，你敢有心的通搁在受气？安尼敢会？你若有徹底了解，我跟你讲，未受气，一点啊，你都未受气。有时阵所受气一两句，啊，随个就暗掉啊。我哪会动心？靠！这个逆境中，我得动心，你自然家己后悔。哦，这个是讲有规定的反分析的对。骨来电话出事来出事也是叫做起现行。哦，那么来呢？因为经典相处中，你的不心。也是一种无清净，那么这个运啊叫做起现行，哈，安怎样哈？命运的度现也是起现行，咱人一生中的这种破折啦，也是富有啦，这个叫做起现行，哈。所以起现行这个法器有几种的对哈，哈。所以呢，最好唔通搁在乎又分析成见啊呢。唔能讲，因为现象上一种无顺，啊，你就当要去起心动念，啊，就恶变。
心乌白乱乱甲一大堆，吼、哦、啊！那安尼话呢，叫做分析一个行为新的经济啊。安尼你永远都无可能解脱，因为愈复杂啊，啊经济愈济啊，吼、哦！所以这分析成正了，一个在重新藏伫咱迄个阿赖耶识内底里啦，吼、哦！那安尼呢？阿赖耶识为经济性，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个藏经济的嘛，就一切法的经济啊，安听吼、哦，诸法的经济，所以阿赖耶识叫做藏，也叫做仓库嘛，对不对？也叫做仓库，咱人的仓库就对，咱人经济的仓库啦，啊、哦，所以呢，搁再讲哦，一切的因果都能显卡的成立哦，因阿赖耶识有无量经济，有善因恶因，所以也成就各种的因果、善果甲恶果。唔客气讲，一切因果伊会真巧妙，甲你成立起来，安尼。注意，咱个人的命运，就是过去的政治因，今仔日较显现，成为一切环境安尼。这个叫做因果成立的主体，就是阿赖耶识。哈、哦，这点安尼来，就大家了解。所以，这个唯识学者哦，唯识学的唯识学研究唯识学的学者，是以自相有甲入一切法，因为这个一切一切相的有。诸法的相，吼、哦，诸法伊的基本是根据阿赖耶识的经济生出来，所以这个有，这个有，卡来讲着无共的法安尼。因为咱人的众生，这个色相内底有无共的色相，色相是包括一切物质啊，这个叫做一切无共的法，就是无共的经济所生嘛。咱众生一生的命运经过，这个叫做一切事，这个事有那是因果所生，所以这个无看来你无共的一切法啦。所以呢，因果也就是自相有的，因为因果也特别，伊是个别性的，所以咱人的因果无共。一对父母生几个囝，这囝的因果无共，因为伊的别相。为什么因为他的阿赖耶识内底无共，听无？平平时来，让这对父母出世，这个是烧香尔，但是出世了，一切都拢无共啊。吼、哦，所以唔可以来念，伊的因果就是别相、自相有的。一个人一种因果，尤其是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多变无共的因果。吼、哦，所以这个阿赖耶识的。精之性哦，好为精之性，名为分别自性的缘起，所以这个叫做乃耶的缘起，因为伊这个是分别自性，因为内底的精之无同，好、哦，第一，咱的精之无同，第二，众生的精之个个拢总无同，好、哦，来，进来这个有一个适当的分别，譬如讲咱人的眼色，好、哦。眼色的精致就生眼色啊，内底有眼色的精致，这个就是绿色。绿色有眼色的精致，过去你所看的，你所储存入去的，就是属于眼色储存的。哦，这边就是讲属眼色储存的。那是眼色好的呢，你过去眼色上所做出来的业。那是今仔日作为你看经，吼、哦，你去看经储存的感受，一起现行的感受，当然是这方面是叫做明眼的正知识啊，听好无？那是如果你今仔都唔看经，你看看迄不正知这一切，这嘛感受啊？安尼是生什么色？将来你挂你讲，你会生目睭搞僵，你目睭会做疼？为甚因为你看看迄不正知这啊？当然，伊所现行的就在歹代志嘛。这政治是起来的就这样，所以注意，非得不死嘛，对不对呢？吼、哦，啊，你正经的切唔看，看看不政治者咧，
无正经，当然两方面的储存都无同啊。看你看电视机，要看迄个正常的电视机，还是要看迄不正经的迄摆，当然都无同。所以进来在讲，眼色的政治生眼性嘛，吼、哦，无同的政治哦。个另外六根的年根的政治，甲生年根嘛，这必然的啊。咱人的逆冲，有的人逆并无冲。所以看伊安怎样突出呢？就对，吼、哦，看伊过去伊所听音声是爱听迄个新思想的音声，还是伊爱听听迄无正经的？咱人都无同啊，吼、哦！啊，所以无正经音声，伊习量入不了，伊来说吼，伫、哦、这个习性中所影响，伊嘛会听迄个呢，就爱听迄个代志。注意，来，你即摆伫里听对不对？经典的，我咧讲，你来世都啊，享受着这个佛法因缘。不只啦，你无听到经典，你会艰苦；但是听到经典了，你会一味爱听呢。这都是念经所生嘛，哈、哦。今嘛来，搁再讲贪嗔痴，你就会生那是贪。你今嘛来看到物件，别人计好价，你就开始要拼。讲嘿，安尼无拼袂使啊，都无眠无日啊嘛。啊，那无就用不良的手段要来给客挂，这个叫做贪嗔痴生贪。佮再来青色的政治生青色，譬如讲今仔日，咱人去分别这个色相，最起初就是人甲咱起色纸甲咱教，对不对？啊，这个叫做青，这个叫做红，这个叫做白。啊，咱即马咱就想讲看到这个树叶，但是咱内心已经有一个名相的青，这个相的青，啊个名的青嘛，青色的名，哦，啊个这个相的青。现在我们在第二遍看到啊，这就是青色的嘛，安怎吼？这个叫做青色的精致，甲生现形象，生青色，黄色的甲生黄色的嘛。那无人甲咱教吼，实际讲咱唔知影嘛。譬如讲今仔日，咱拢无学英语，要叫咱讲英语讲不落来，因为咱内心无储存英语啊。准备讲叫我英语的字母吼，安尼直接读到有吼，我那读无呢？有时阵要读到了，爱想一个较读个完。因为我无技术障碍啊，听吼，我内心无空海。那今日福建有时阵看起来吼，这个讲啥，我谁知影？因为我已经有个注意在啊，已经重视有空了呀。好，这个差别安尼。搁再来，有老经济成有老，无老经济成无老。这个有老经济，就是一般的这个善恶业两种的报应，这个叫做有老。你今仔日若唔捌咯，以为一切拢总是善的，吼、哦、啊善的自然会得福报哦，这个叫做有老，因为将来你会得到福报，你做善业得到福报，福报报身就结束，这个叫做老尽去啊，叫做老尽就结束。那么如果你做恶业，恶业受报报尽，这个叫做老尽，也叫做恶报的结束安尼。但是作为善业，最后成为正业，这个正业就叫做无老经济啊。所以德，咱人的空性是清净性，所以咱人做一定哦，还要变正德。正德就叫做无老，正德等于无老，正德甲正善，清净的善，就是亲像佛经计讲，佛陀计讲，迄个金刚以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叫做清净善。那么这两项，甲叫做无老，因为下着发性嘛，吼、哦，这两项叫做这个、叫做无老，这个、叫做无老。啊，那是做做了。袂当达到三轮体空，这个无老就是一切法。达到三轮体空，这个叫做无老。但是如果你若唔捌什么叫做三轮体空，你所做一切善，吼、哦，唔是达到正德，迄个就叫做有老啊啦。迄、那个会受报，报尽就结束。因为这个就是牵连你这善恶两种境界内底的物件，所以这个有老。叫做有老有报，哦，有老有报啦哈。到时间报了就结束，所以这个叫做有老。所以咱人的宗旨内底，那是有老，
有有老的经济就有老的报。但你今天在学佛会当达到到这个三轮体空，会当达到亲的金刚经，佮人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行无布施。那么这个就是无所住，就是达到到这个净德佮净心内底无老安尼。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事哦。你看会当转的袂哦哈？哈、哦。那么什么即个讲什么经济较生什么现行，有老生现行上的有老报，无老都唔是安尼哈。所以即内底唔较讲眼色生眼色经济生眼性嘛。哦，即、这个叫做什么款的经济较生什么款的现行上出。你有贪的经济，你会起贪；你有亲的经济，那么。无顺的事，你会生亲，吼、哦。但是呢，现现象生起来了，又搁再翻分析，搁再突存到第二处的经济。所以这个唔讲什么现象，又分成什么款的经济，吼、哦。那么这种的经济性，称为亲生自个功能的差别，因为你家己生，你家己突存呢。所以一切的效果，伊所产生效果的功能哦，所以有真济无同的差别安尼。吼、哦，大贪的人啊，生大恶报嘛；这个小贪的人生小恶报。大亲信的人落地狱，小亲信较亲信较小的人，较出世的这个畜生的这个个毒蛇啊。啊，毒结！啊，那大亲信的人较落地个，这个叫做自个功能的差别。安听吼、哦，小善的人就小善的报，大善的人大善的报，哈、哦，是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观咯。因为你安怎做，到尾生就安怎报啦。这个拢总是经济上的问题。不过呢，自经济以外。好、哦，啊，搁有其他的现象，开当成果。这个经济为因，经济为因，这谈到甲人讲过啊。这个有这个因，可是呢，这个因要达到果的成熟，中间爱有缘。那是要做缘，有因做缘还袂到，这个果报都还袂到，但是经济空掉咧。在那里再放下，有因缘来聚集、哦、那么因缘造缘自然这个果报就生出来，所以不敢去说因果中一定要带这个有造缘才有可能成立。但是这个造缘我跟你说，我们周边里面都有造缘，我们的生活边都有造缘，一生的命运、哦、好到坏、哦、都有牵连到亲戚朋友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善缘自然有生，朋友给我们看看起说啊，某某人什么事业真好谈，因为你有福报，爱跟你说你在这里做这样，那么就有钱谈。但是有时候、哦、恶缘人跟你说某某人什么朋友人什么款的事业，人现在要借要投资，那个事业真好，但是呢投资在到底刷了钱，听到没？这有那是造缘啊，因为你爱了钱啊嘛，哈，啊了钱自然就这朋友来给你看，看去了钱。有时阵来讲，某某人，人身边人给借回啊呢，你敢要对？这个造缘啊，到尾迄个回头倒去啊，因为你有欠伊啊，听吼。所以欠伊这个因是过去欠伊，但是今仔日一定爱去行，行的中间就有人来给你看，看去倒伊回啊呢。吼、哦，所以真系点解即句话啊，一定要有其他的现象，才当生果。所以即个叫做依他起嘛。这花若无造缘嘛，无这花啊；树啊若无造缘，这个果子若无造缘嘛，袂当生果呢。伊即丛树啊会当生果，但是中间一定要造缘。如果那是水分缺乏哦，我甲你讲就歹修行啊。切啊种会当生切啊，但是若欠水哦。
已经在大山到安尼，还阁无水啊，还切个一个歹去啊。哦，所以即句话是个讲安尼，即个有这点可见，依自上的因的经济哦，就是咱人迄个因生自上有啦。所以即个咱家己有迄个因，靠现生的命运安尼。听无？若无迄个因，就无现生的命运。哦，现行的唯识因果观哦。譬如讲，这个八十规矩上，恁内底有甲咱讲，经济内底的众生，较起出现现上的这个果报嘛，这就是乃也是咱过去安怎种因，今生安怎果报。吼、哦，不过呢，这个含无主现空的因果观哦，是安怎样差别？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自法本空啊，这点你要安怎去突破？罪性本空呢，因为咱人的业识内底本来无的，但是愈妄心愈做愈多嘛。但是这个物件会解决啦，不是讲你今仔日内底有物件，将来一定爱受报啊。我咧讲不是安尼啊，听好无？恶劣的苗，你今生不是讲一定爱安尼，因为无主性空的因果观哦，另外是讲一个讲法有差别。这句要注意哈，重要是这。那个既然你过去都这复杂啊，当然你爱报，不过呢，不是一定爱报，因为伊这个不是固定性的啦，这叫做无主性空，伊不是固定性的，是不是一定爱报？那个一定爱报，咱唔免得忏悔啊，听好无？所以这个就讲，因为伊的主迄、那个因内底因性内底吼，虽然有无量的经济，可是呢？不是一定啊，因为那个无量精气不是固定性安尼，所以咱要修得会当圆满嘛，会修得会当解观啊嘛。人个佫较恶劣的苗，你两修得解观啊。即嘛就是下面要讲的，就是这样。几点啊？